我手里的刀险些制造了方向，我只不过是用来防身。你知不知道让母王复返机会的女人都有什么下场吗？我杀了她，你若是想活命，就干脆离开这里。我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胆色过人，既然你铁了心要这样。 有些事情，我们唯有亲密无间，才能共谋。什么是乖？什么是不乖？就有劳将军调教。不想被发现。 将军想找的东西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来人，将缺夫人拖到院子里杖毙，以儆效尤。王爷，你来了，神总要吃一堑长一智。你们给我的那些屈辱。 伤痛，我会一一奉还。美人，本王来赴约了。 将军，你要来袒护他吗？这张里的确应该已把我收了。